小薰是才貌兼备的才女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后要不要就用你的优雅的钢琴声为我们做个完美的 ending 呢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才貌兼备的小薰要弹钢琴给大家听咯，掌声鼓励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来一首国民情歌好了。心非得已，好，你把我怎么唱？你把心非得已，好了，心非得已，好咯。可要好好欣赏啊！今天的女神私密突击又再次告一段落。各位如果想看哪位女神的家，可以随时告诉我们，但我们不保证一定会去哦。百分百女神私密大突击。